首先，我要感谢的，就是老傅秘鲁士。当年丁会馆的意外，伊有给我2000万的封口费，叫我马上消失。所以我复仇的计划，嘛因为安尼才有头一桶金嘛。我早就看出来，伊无准好心啊啦！唔知想讲顺势用2000万叫伊走，啊那无咧？你唔知叫我下岗换凄惨，你哪可能到今嘛才看会出伊的真面目啊？原来你消息遐尼济，就是这个原因咯。吴碧雅，你来无要老实跟我讲啦。好啊啦，红后伯要算小等恁房间再算。我有需要感谢的人，我袂点着名。你是要感谢啥？敢若用骗的用怪的，你好意思感谢？因为我感谢你的天真，感谢你对我这么信任。人的一生中啊，我都拄到一个甲你无亲无故，然后就将伊的未来全部拢放我来操控的，这真难得，嘛真正要我值得珍惜。我相信在场的各位，你应该捌拄到，我咱袂了，搁替人算计的盘啊，对吧？你这狗屎！骨头母袂当解决代志啊！对啦，好好听恁老爸的话，都无唔对。你免点仔讲啊，有诶无诶啊？你今仔用爸爸来吃，明仔咱甲国王摕倒转来，条件做你开。我捌甲你讲过啊，其实你袂输予恁老爸，你只是想要好好表现，希望伊会当重视你，所以你看到伊就会惊。嘛因为安尼，你对家己的判断才会失去信心。即马机会来啊、哦！即马在恁老爸的面头前啊，我予你选择，换做你是我，刷落来。是要进攻还是要防守？你后一步你安怎行？唔要安怎行？就算你摕到30%的股份，你嘛无法度影响永进集团。我可劝你，可以一个介绍，紧来解决。干咪到最后连一点仔好处你嘛摕袂到。你阿看，进前你甲我讲，三分天注定，手拢靠你家己打拼。到即摆你敢讲？你无受着阮陈家好风水的指引，你看，娶着好某，生着好囝，就连饲的狗嘛特别死忠啊！看到头前的战争啊，一个接一个啊，拢跳出来要替你动枪支。啊我咧，我孤孤一个人尔，唔呐，我也无放杀，连我的后生我都唔知道，这世人伊敢有法度清醒？我一人占领几阵人呢？我若是无真坚强的意志，我哪有法度坚持到今嘛？你若真正这么不甘愿，我讲过啊，只要你开嘴，永兴集团的股份我会当分你啊！是要讲啥啦？但伊这款人，绝对是要归我旁去的啊！你是咧插啥话啦？我陈忠贤可是这么无志气的人啊！伊即马所有的物件原本就拢属于我陈忠贤的，我是安那袂输汽车共我去甲分呐？你听清楚哦，这侪年来你给我的侮辱，我受的委屈，我一定会还你，而且是加倍还。原本属于阮陈家的请爷公营的代志。我嘛拢会靠我家己，全部摕倒转来。看恁大家敢若真介意阮厝的气氛哦，我这个空间就留予恁啊，予恁慢慢去参详讨论，看下来要安怎甲我拍这场战争。
永兴饭店百分之三十的股份，即马落伫人个手头啊！是我这个做后生，做代志思考不够周全，我会负责到底。等你再讲啦。对不对？你等于公司哦，甲其他董事讲，明天我再找伊开会。是。我守护我的家庭，我的家后。够我的囡仔，但我煞袂记得，只要是人，难免就会做唔到代志。我家己嘛做唔到代志啊，我是一个罪人。对不起，我娘亲妈妈，我伤害我的家庭，我的家后，我其实无什么了不起的啊！大家拢无怪你，我对你的感情。是我唔对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让你这三十年来我让你痛苦，甚至我听听，因为这个代志对你安尼大细声，是我唔对，是嘞，今麦囡仔落地下，我给你报警。以后我一定好好对待你，我用我所落来的心，好好疼惜你，好好弥补你，好不好？家风啊，子不教。父之过，爱之深，责之切，恨铁不成钢。这几句话，这几十年来，我用在你的身上，百分之百的要求你，让你过得真痛苦。啊，不过我煞袂记得。你只是一个需要人关爱、需要人认同的囡仔，家凤啊，其实你比爸爸较成功呢。你做红事这件代志，你比我好太济呢。所以爸爸希望讲哦，从今以后。你莫阁照我的安排去做啊！不管你有啥物想法，你着做你去做，毋免顾虑我。因为爸爸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比我较优秀的。爸爸，好不好？我真正无希望咱的关系变成个的。不管安怎，不管爸过去安怎，爸永远拢是我上尊敬的爸爸。不过一件事实的，
我真是的，想跟你说，我爸是梦，我以后继续听爸的话，给我打拼，走出我家己这条路。我可想到爸爸的束缚啊，从你去背，爸爸一定会支持你，知无？对，妈，那三十拍的股份了，敢有价值？你想要来讲啥？爸甲哥相亲相爱，我欢喜嘛。我知影，我真正知影，不过想到你要这么坚持，你一张硬传回去，会引起这个风波甲问题。你想到你做啥麻烦？你以为你是我的亲生后生啊？我袂当，我失去你一届啊，绝对袂当，我袂当，我失去你一届啊啦，退后啊！伊是我的老目屎，就是因为落在伊身上，我从未体会过拼命深情。阿哥，你的心情敢有较好啊？现在认为我心情不好。你够想要骗我啊？那无你是安怎会一个人雄雄走出来？连爸拢约会到，你可能感觉家己是外人，无想要搅扰破坏大家的气氛，才会无顾一声就离开。其实我不是不欢喜，我只是无甚了解爸母之间迄种爸仔囡仔相处的感觉，迄种无任何利益关系，只是单纯无求回报，为对方付出。可能对你来讲，那只是一个普通简单的拥抱，不算啥。但我对我来讲，我真正足感动的。可能是因为迄种感觉，我将我体会过。你没有烦恼我的代志，免得我这边问你。你这么低薄，招来家不寄出偷天换日的戏耍是咧做？你是讲你安安抚我，是为我好？你拢无想讲哦，你安尼大主大业，引起老父母因的注意，因的怀疑，甚至有可能暴露你是卧底这个身份。真正是无比较，较袂有伤害。二哥。静静，你这样家庭对你无好的歹记忆，你就莫阁去想啊，莫阁折磨你家己啊。今麦你已经找到真正的家啊，阮大家拢是你的亲人，爸嘛是真心想要弥补你的。以后你袂阁孤单。